看我这达达利啊，我这操作可以的，只不过我不想在直播间给你们展示而已。哎哎，他不让我动啊，我稍微一错就完蛋，无尽针没卡，我第一个冰牢去就完了。OK， 往回拉，猫猫给大，沙糖给大，一，我真的，哎呀，我服了，一下就捅没了，这个盾呢、啊，跟纸似的。看这盾，哎，看这盾，看这盾，没用，这个盾都一下就没。没有伤害，有点刮，我也发现了，这个没办法，保什么东西啊？好的，出宝石了，我真服了，我想把这个宝石直接打掉的。哎呀，没看盾，没事，还有俩输出，一分多钟的话应该够。哎呦，钟离都要死，钟离四万五，钟离的盾都续不过来呀，我都没中几下，看好盾啊，哇，这都能死，真的行啊，还得从头打三分钟，这个一号就打他。分钟得，哇，出宝石这么快吗？直接把钟离的盾打没了，这号走狗屎运了，我死得这个双持啊，你是真行，这个双持啊，我真服了，老六啊，我在那给大他就走了，太恶心了吧。